我给你们看一下，你以为我很法化？我带你来看什么是法化，来。Oh my god！口水啊，你系咪口水？我口水去哪？我老公，我俾你，俾你多一份呀，妈就买了。所谓的真爱，我吃两份。这个是这么会开，这个是还关了。这个是老鲍鱼，那个是比较年轻的鲍鱼关，给人家屌松了就开一点，那应该是像那 oops。你们是不是每天想和爱人去浪漫，然后每一个人一天吃一两千块，你们会觉得很贵？我找到一个现在是我们吉隆坡最爱的高级浪漫鸽扒 fine dining 餐厅，100个 star 的。就姐姐前几个星期才来，而我非常喜欢自己的食物，还有自己的环境，带你去看看这里到底为什么是我们最爱的。Let's go。那边呢是一般人你们要吃的地方，就在那边，它的外面也有很大，还有外面的，然后这里上去有一个 VIP 房，先带你看今天我们的白省房间。那你看看这个白省房间，很好打卡，然后很多人上几个星期问我有没有华语字菜单，现在已经出了，这是华语字菜单专门为你们而出的。OK， 现在我们去黑房，那这个黑房呢是在白色的房间对面的，那这个黑房呢是黑和金搭配的，你可以看它的背全部都是黑和金搭配，它的灯也是黑和金搭配，它的椅子还有很多金边，然后它有非常多这个红黑色的镜子，所以你可以在这里边拍照拍照拍照，还有在这里补妆也可以，没有问题。然后它还有一个黑色白色房间，它的屋顶呢其实是玻璃做的，所以你可以看星空，它还是黑白的，这个楼梯旋转的，很多人呢网红艺人都很喜欢在这里拍照打卡。那我带你们看一看这个黑白房间配玻璃顶，这个黑白房间配玻璃顶呢，它上面呢是可以看到好像半露天这样，你可以看到这里的夜景，然后可以看到很多我们在吉隆坡城市的灯光，在这里拍照也是非常美。它的桌子是可以容纳非常多人的，在这里也可以调整你的灯光来拍照打卡，是不是很美嘞？然后还有第四间房间，也是我最爱的房间，也是你们每一个很需要的房间，就是厕所。What？ 它的厕所是有一个镜子，从头到脚可以上到哪里来。它还有金色的洗手盆。然后你有看过它的垃圾桶是透明的吗？然后它所有这些都是名牌皮诺的，来看近一点。给你们看一下，你以为我很法化？我带你来看什么是法化，来，有看过这样的吗？有吗？我站在你看这边，你有看过这样的吗？啊，然后这里才是我一次又一次的来的。我现在上厕所去，金马桶坐过吗？
是还有一个 area 呢，它是 hidden area 来的。这里呢，很多人呢，你生日会啊，要小 party 啊，这个叫 sofa area， 就是你可以任你要摆布的桌子、座位，还有人数，然后有很长很长的 L 型 sofa， 你就可以在这里做你要做的东西。专门为你们定制的啊，华语的，你们不会读 English 的，你们具有这个华语的，你就知道它十一道菜到底是什么名称。太爱了，很好吃，因为它这个是意大利十八年香醋和印度小茴香牛油一起配搭来吃的，一流，我一下子只可以吃五个人份的。My name is Yogi, I'm your chef. I'm here to brief you on your dinner today evening. 嗯，好。好中意死咗嘢嘅，真系好食。自从上次到下，先吃这个蛋，是一个白巧克力啊，它的鸟窝也可以吃了，它鸟窝很脆啊，我那时候不知道，人家吃到很 high class， 我们吃到很猖狂，因为很饿了。你看妹妹，好吃吗？太好喝了。好吃吗？好吃啦，当然好吃吗？好酷，酷到哪里去了？搞错了，再来。看脸，好吃，下不来去了。好吃吗？要哪的？哎呀，我老公，哎，买了多一份啊，妈，就买了。所谓的真爱，我吃两份。所谓的真爱呢？老婆刚才有咬啊。Oh no！ 今天睡外面。然后第一道菜为什么用手吃？这个其实不是腌来的，不是腌来的，这是腌回家的。这是给你骂手的，因为你是用手吃，所以呢，你放在这里呢是骂了手过后你吃了，你就放回在这里这样 ，OK？ 就不是拿来抽烟的，这里是不可以抽烟哦，抽烟在外面哦。一瓶也不是十二十块的，我和你讲 ，OK？ 这些全部都是 high class 的，所以你在这里要吃的 high class， 不要像我这样 ，OK？ This is your wine. Oh yeah， 有 wine 呢 ，OK？ 八嘴五怪啊，大家。姐妹也蛮多呀。他拿去哪里了？哎 ，come back， come back， come back， come back。哦，回来了。我的酒来了，其实我不喝酒了，所以我不知道什么。你要喝酒，你一定要摇摇一下的尾巴，摇来叫什么？然后闻一下，很香。然后你就要喝一下 ，very good， 吓死佢咩？为什么不是打我先哦？女孩子先。啊打我了。Cheers， 很优雅的，优雅的。哎呀，小力点，让我打了那个。不明白为什么拿着有点，然后这样子，有那个酒瓶不是有你自己，怎么这样喝的？我不明白耶。人生很多东西我都不明白，不要那么清楚那么东西，人生会过得比较快乐。Cheers！ 看这个老婆啦，吃东西吃到整个桌子都湿。哎 ，Don't judge me，OK？、Okay? 太好吃了，我就讲。但是我要去买一个那个小小吸尘机给老婆。吸尘机，你们要吃到狼狈的嘞，直接拿一个弄起来，就不会给隔壁桌子笑告你喽。好像我这样八料的人，要来吃 high class 的东西，就要吃到八料一点，好像杂饭这样的，自己拿一个房间。The next dish is curtain tea。这个一流啊，这个一流啊。It's a full caviar course。Yeah, scoop it out and put it in your mouth to clean your palate. Once you have that, all the way 下去你挖上来，然后你一大口整口的，错了，你要拿这个吗？你要拿这个，这个也是可以吃的。Really? 不是那个爷爷的，你不要小心啊！
我明明有听课，刚才你这么犟，因为我才怀疑我自己。这一个点这一个，咬一口，来 clean 你的牌子。嗯，嗰种食物你就要可以攞多啲嘛。系。那这个呢是鲍鱼，它鲍鱼的下面还是世界十大食材，很贵的松露，所以这个呢是鲍鱼，我是一两口吃完的啦，还给带鲍鱼的帮肉回家，你看几好。对，谢谢。这个是这么会开，这个是还关的。这个是老鲍鱼，那个是比较年轻的鲍鱼吧，给人家雕松了就开一点了，应该是这样的。Oops。呢個好好食嘅，呢個蝦好好食，你唔好睇佢咁樣，佢啱淋咗個湯落去，好好食。我嗰日就係冇影到呢個，快點拍先。我那天嚟吃，我沒有拍到這個，很後悔。佢哋搭巴米粉啊，搭麥吉米啊。嚇！食嘅食嘅唔嚟，嚇當嚇當福建面，嚇當那個虾面来吃，因为这个虾很新鲜。吃完这个我宁愿吃药我都要吃。其实妹妹是对虾敏感的，但是这个她的东西真的很好吃，所以妹妹等下才吃药。Say 3, 2, 1, come. 要是这个鲑鱼是鲑鱼，我不会读那个名字啦，随便的，你自己放下去。这个一流很好吃，那时候我两口吃完了整道菜。等下你拍他们吃好了，不要拍我吃，我的狼狈样子出完来了。阿古达拉，我的单巴纳西啊！哪里拿单巴币？我你把谁拿单巴币？这个有点辣的，好不好？ Family next course is a suckling lamb shank。这个呢是 lamb shank， 然后它不是一般的 lamb shank， 它已经帮你去了骨，然后它只是28天的小羊。他只是喝他妈妈的奶，然后28天过后就把他杀了，然后就给我们吃了。然后这个是 yogurt， 有点 pomegranate， 然后这个饭呢也是那时候我们吃很好吃的饭，就这样来吃其中一道主菜。Let's go！ 我吃了这样多年的 fine dining， 我没有试过吃这样饱。大多数我们吃 fine dining， 我们给很多钱也好，我们吃到一半我们讲，等下去吃妈妈买还是吃什么？这个我吃到一般罢了，我已经饱到。可是因为它每一道这真的很好吃，所以我每一道还是会吃一点。所以我进来的时候是身材很苗条的，我现在有一点3个月大肚了，不，我等下会生啊，我生完了跟我继续吃那个女生，加油！哇，这里的食物，我跟你讲，每一道都有惊喜。平时你们去吃那种 fine dining 都是牛扒啦、鹅肝啦那些全部这样的东西，这里很不一样的，你吃了的菜，你会无意间想到。你很多东西你想要加下去的，现在你想要加什么？加阿拉罗的扎奈的，扎巴蒂，巴巴丹，巴巴丹，啊啊！你加下 ，Thank you。我跟你讲，是不是有惊喜呢？我加阿拉罗的扎奈真的有，真的有罗的扎奈，不是跟你开玩笑的。但是我还要吃下面的菜，你帮我吃满它了，因为我不要饱了，然后我吃不到后面的菜，都被你吃了。迫不及待了，妹妹最喜欢的。Oh my god！ Happy birthday to you！就是等这个吧，这个超级好吃的。Yes, 快要了，你不要了， yes, 给我。Yes.
好啦，今天影片就到这里啦，这是最后一道菜了，就是最后一道甜点，这个是巧克力，然后 of course 我有我的白酒啦，然后我有我的气泡水，我也有刚刚点的黑咖啡，所以你们要预定的话，可以直接在以下的这个 booking number 或者在他们的 website 或者 Instagram 的 Facebook 直接联络他们的，我非常非常推荐你们来，因为我们全部人呢来过的都赞不绝口，下一个影片见啦，拜拜。Oh.